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《变形金刚毁灭任务》。好，那这个呢是一款这个动作冒险的变形金刚游戏哦。那老头第一次接触变形金刚类的游戏，看到它的这个画风，觉得还蛮赞的、哦，是一种卡通风格，跟以往的变形金刚写实风格是有所差异的哦。那它是有点类似偏向漫画那个地方漫画风改编啊、哦，漫画变形金刚改编的那个走向，然后呢，属于早期原祖版本的那个变形金刚，所以说你们在这里面呢，你们会看到方方正正的变形金刚，不会看到电影上面演的那种柯博文，不会差很多啊、哦。但是呢，据说这个游戏呢，打击感、流畅度应该都不错，所以说我就买来玩看看，它 Steam 上面有发售。啊、哦，那如果各位看了之后有兴趣的话呢，啊、哦，也可以去买来玩。如果呢喜欢这个系列呢，也是一样，记得帮我按了个喜欢啊、哦，让我知道你喜欢这个系列。啊、哦，喜欢尽量多按一点，好不好？拜托啊、哦，至少让它破千，好不好？那记得多多分享这个系列，让更多亲朋好友知道这个游戏啊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开始吧。Station。啊、哦，然后呢，这个补丁我是抓汉化的、哦，所以说你们基本上之前刚开始玩是没有中文的，你们要自己去抓，这个我就不提供了，你们可以自己找，好不好？那这游戏一开始就是有故事模式哈，挑战模式啊、哦，应该可能是故事模式过完才可以挑战吧，好不好？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故事模式 ，Go， 哦，还可以选择难度哦，推荐希望受到一定挑战的游戏老手。推荐熟悉但尚未精通的动作玩家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玩一般，玩战士就好了、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玩战士就好了，应该不难吧？我是不知道这个系列到底多长了、啊，不过我们可以玩看看就知道了。那我们挑战士，就普通模式。变形金刚，柯博文，我记得这个要分两派嘛，那种狂派跟博派嘛，对啊，那。博派其实我觉得就还好，可是狂派的极限真有些蛮帅的。很可惜他们是坏人。哦，一开始就有车，各种车子。哇，怎么突然爆炸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爷！哇，大触手出现了！哇，好酷哦！哪里搞的？哎、欸，是这样，变形金刚战队吗？连飞机都出现了，呜！这是博派的，是吗？好像博派敌人的感觉。哦，好帅，好帅！等等，这博派标记的，博派，哎、欸，没有狂派的，机械昆虫。同时也侦测到了等离子能。他这个字好小、哦。Passway， 这应该是密卡登吧？狂派密卡登，好笑。Golden Age， 红蜘蛛。他这个原祖版本的变形金刚都方方正正的、欸，你看，这应该是密卡登，感觉就很弱的样子。啊，他命令他们做什么？去给我采矿！哎、欸、呀妈，好小只哦！我被赐予了深藏地底的太阳之力。哇，好好利用是吧？哦，我们来了！后面那个恐龙好笑，这博派的。威震天和霸天虎们早已经到了。哇！而且恐龙好可爱，那尾巴好肥哦！不住住，噔噔噔，超酷的，来吧，宝贝。By the Matrix. On the plus side, I think we finally get to bust some deceptive jobs. 霸天虎是那个坏人吧？阻止威震天。哇哦！Now， 哇，我们被分离了，来吧，战斗吧。哦，这早期的柯博文真的蛮简陋的、欸。
啊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哦，这是我们操作模式，移动角色，转镜头。哦，转镜头用香菇头，我现在是用摇杆玩哈。呜呼，哇，手马上变成斧头哎、欸，还可以二段跳，圈圈框框。哇、哦，连续技还配合着车子这样子。那什么东西啊？赛博坦科技是干嘛？为什么在大楼上面放那个？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要加装这个？要把这大楼载走吗？哦 ，so good， 呀、yeah, ，baby， 开车时间。哦，按那个什么键啊？它会变回来。你要是敌人吗？欸、真的是敌人哎、欸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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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，单挑吧，普通士兵，哈哈哈，普通货色 ，none。呜，轻级、重级，我在干嘛？我在耍帅。嗯。Fire！ 哎呀！变形！嘣！若看到攻击时出现蓝色的 RB， 哦，变形强烈车撞攻击，警告！警告什么 ？Fire！ 哇、哦！好爽啊！重击，重击，重击！哦，再来就是轻击，轻击，重击，重击，轻击，轻击，哎、欸，爆了，不让我试啊！被我打完了，可惜。哇，飞机来了！闪闪闪闪闪！你通通都不是我的对手。追踪者小队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天空呢？空战。哦，抱歉，按错了。哦，可以瞄准。哦，原来，哎、欸，我们有伙伴帮忙嘞。那只红色是谁？哎、欸，我们没有子弹了、哦。啊，十二发就这样结束了。叮！横炮。横炮是吧？没有子弹了。King Fire， 好爽哦！没有子弹啦、啊，哎、欸，快点，有没有补一下子弹之类的、啊？结束了，任务一，评级低，哈哈哈，也太烂了吧！只有低级而已。哎、欸，地上好多东西可以吃哦。收集火种魔方，以回复能量。绿色方块可以回复生命值，蓝色可以回复能量武器啊。哟西，大致上懂了。哎、啊，这干嘛的？哦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好爽啊、哦！还可以装备是不是？要、啊、怎么装备？我刚拿到一把剑呢、欸，物品要怎么使用啊？哎、欸，不能动了，不能动了，大哥 ，weapon。好吧，我觉得暂时先这样子哦、喔，因为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了这个补丁之后呢，开道具栏它会直接给你当掉，所以说暂时先不要开道具栏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局面哦。哎、喔欸，我们也可以举这个、欸，好丢啊、喔！投掷击中啊，算了，我们先捡东西好了，捡到了一个火种讯息，不管了。好，把它摧毁掉是不是？哇，可以拿着攻击耶、欸，好丢啊、喔！哇！打爆打爆！啊，暂时先不要开道具栏啊，不然的话，啊，不然的话我会那个，我会直接宕机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趁他还没消失之前获得 ，yes，
我们拿到了一个新的道具，但是我们先不要开，因为我觉得很危险。好，我们到时候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吧。不，反正目前应该是不需要开到道具栏吧。我们待会到时候这个我私底下我再去处理。啊，希望可以把它弄好，我们就可以继续玩这个游戏，是不是？呜 ，Follow me， 按住可以变身，有啊，我已经变身了，按住变身 ，What the hell？ 哇哇哇哇哇哇！原来那个不能碰哦。好了 ，Yeah。Yeah， 我要吃这个，让我吃一下这个，吃不到，啊，我还是用走的好了。有宝物，使用机器人跳起来变灵状态之后，啊，还有这回事啊？然后什么？什么都没讲啊。Nice job， 这个不是大黄蜂吗？方块型的大黄蜂，哈哈哈哈。然后呢，走这里吗？哎、欸，走这里太好了！哇，多好多东西哦，都不能看，我想哭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在哪里？哇，隐形的！来，该吃了。完了！哟，耶！哦，又再送一个哦，真的是超级会送哎、欸。然后我们的恐龙在那边，给我，谢谢。需要帮助。在敌人攻击即将啊、哦、击中的时候闪避，进入慢动作状态。好咬我吗？打我会。哦，原来。攻击啊！大成功！哇！再一次，来来来，我很喜欢。Fire！ 打爆了！哇，敌人直接来，来啊，单挑啊，解决你这小王八蛋！我都忘记按变形。弄了哎、欸！呜呼！普通士兵啊，我被砍到了！别砍我！受够啦！哇，我居然可以打到上面的！好，射完了。有点不受控，我说真的。哎、欸，两边按住，香菇头两边按住。哇，超能爆发！哇，哇哦 ，It's good！ 哇，原来能量爆发哦，好酷哦！这是哪里啊？噔！打 boss 了吗？哇！等等，这也太大只了吧！哇，原来是黑人哥，大力神！这都是老牌的那个老牌的那个机器人呢、欸，合体机器人。虽然老头以前看过了，但是我有点忘记那些人叫什么名字了，很久了。哇，好强啊！慢动作时间，弄了、欸，攻击他的脚步，哇！哎，好痛哦！哇哦，哎、欸，会死啊！
慢动作时间。Yeah, yeah, yeah。有硬到哦，现在补血好了。哎，补血都没了，是不是想给我吃？是不是？靠呗。超级闪避，补血补血补血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吃到补血太好了。哇，被连击了。其实地上补血不是很明显，超级不明显。Let down， 慢动作时间。还没死啊！弄哎！进入慢动作状态。呀哒！胜利，西吉超烂的，解决了。大力神，有其他事情需要你处理，剩下的汽车人。就让其他人来处理吧，结果自动连在一起。再会啦，汽车啦，拜拜。哇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马上变到这边来了？哎呀，科波尔呢？变换武器啊！好的。啊，科博去哪里了？怎么可能射得到啊？科博不见了、欸，啊，怎么直接变成我这样子？射到了 A 级，哈哈哈！哎，怎么马上说换角色就换角色啊？您说是不是？说换就换呢、欸，也不管你受不受得了。在哪里啊？有了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还没啊？有了有了有了，拿到了，又是武器，近战的剑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小机器人走路好快啊，超快的。这可以把它打掉，原来。原来都可以打爆哦！别死！这什么东西？哎，可以捡了。小精灵解锁哦，原来这是解锁用的，好屌哦！然后这边打完了，哦，还好左边有小地图可以看，还行啊。中间有一个大宝物，开车过去就对了。知道怎么解？跳起来！哦，有了，水哦！好了，都解完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来两？怎么来两台？哎、欸，干、欸、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那个打不到、啊。有了，射到了！哇，这边还有一个哦，各种哎、欸，在哪里？看到看到了，各种送。耶、yeah, ，拿好拿满。哎、欸，他那个蓝色那个点是什么意思啊？可是我过不去啊，不给过啊？难道说要我绕一圈？对吧、啊？感觉是绕一圈啊，这是跟科博文分，跟科博文就是分开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来，一把打爆，开了。我到这边来了，哇！大触手哥哥，你又来了，触手哥！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先拿东西再说，不管了。哎哎哎哎哎！
这打不爆的吧？这是根本避开，是不是？找别条路哦。那怎么办？哪一条路呢？走这条。呜！获得了一个神秘物体。哦。来，让我试一下啊！直接从那飙过去就好了。哇！密卡登。威震天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擎天柱，哦，我叫擎天柱，我想起来了。摧毁这个城市的。小柱。谁才是幕后黑手呢？我们的家园了。Nomada Prime, I have no interest in destroying Earth. 并无兴趣。But I'm not opposed to making a few, shall we say, improvements. 所以说，柯博文一直以来都是守护家园。哇，打威震天了！找到威震天，了解他的计划。啊，不，在我面前。打到高速的时候，按下近战可以冲刺攻击，突破他的护盾。打破他的盾了。为什么我是操控黄蜂啊？哎呀哎呀呀！又来了又来了 ，fire！呜呼，飞起来喽！呜呼，呜呼，呜呼，呜呼 ！Fire！ 哎，没中！哇哇哇哇！哎呀，哎，被打破了！喂，不要！Fire！哇哇哇！再一次，叮叮，威震天！其实他是大陆翻译叫威震天的 啊，其实实际上他是中，我们这个台湾翻译是密卡登啊，有差。大绝，对吧？丢了是哦。直接大绝开下去就死了哎、欸！我靠，我大绝这么强啊！那哇，本体出现了是吧？以赛博坦之名，赵启啊，跑必跑！汽车人们，威震天正在前往铁塔之啊钢铁之塔，我们要出发了。了解。哇！哎、欸，换人嘞、欸！换人嘞、欸，换人嘞、欸这个游戏到底有没有算章节制的啊？怎么感觉好像一直不会结束的样子？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哦。那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一样给我按个喜欢啊，按多一点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啦，只能按一次，每一个人只按一次啦，好不好？那这个系列我觉得我应该会继续玩下去，因为我觉得真的蛮刺激、蛮好玩的啊。那如果你也是喜欢，变形金刚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呢，也可以继续追踪我这个连载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变形金刚毁灭人物再见了，拜拜。